来自金色梦幻城堡的王子李玉玺，欢迎你来到圣地维蒙之夜。而在我身后的是我们俩，欢迎你来，再次欢迎王子啊！我们这个金色梦幻城堡一定要有你这种王子。今天来的心情是什么？在这里唱歌感觉不太一样吧？对，很不一样。然后就是王子这个部分有点不太敢唱。不要客气，对，应该的。哦，很兴奋啊！对，因为其实也很久没有活动了。对，然后第一。就是这个活动就是那么盛大的，所以非常的荣幸，是高兴。希望你待会进去也帮爸爸买一个礼物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可以。来这里做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，通常在这里转完，里面就花完了，这是我的心声。OK， 请你好好享受。好，那当然，王子到齐了，我们金色梦幻城堡有一位女主人，各位朋友，让我们欢迎孙芸芸小姐，女主人出场。美丽的孙芸芸小姐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我们有红地毯的啊，可以跟大家挥挥手。来，先到中间，我们让芸芸先跟孙芸芸合照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王子跟公主合体啦，欢迎我们金色梦幻城堡的女主人孙芸芸小姐，当然也请大家支持她的时尚品牌，还有她无所不在的时尚画面，她总是带给我们最完美的穿搭以及最先进的资讯，同时她也打造了最有质感的品牌。二位视线看右边，谢谢。好，欢迎。好，遥远的地方有人在跟你们挥手，你要挥大一点，不然都看不到。好，中间谢谢。好，左边麻烦，谢谢，辛苦了。那我们也欢送你芸芸，让他好好去 shopping， 谢谢芸芸，谢谢 Lino， 来去逛街了，进场，欢迎欢迎。百货公司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呢，不但啊有好的餐厅，而且呢也有好的品牌，那么同时呢也在每年一度的时候呢，跟别的百货公司不一样，我们来做一个一日的大回馈，营业到午夜12点。接下来欢迎维风女郎宋平恩、舒娜娜，还有头这么的 freestyle 的看鞋。好，从服装到造型，先拍照，谢谢。好，摆出名模的架势哦，不要输给郭媛媛了啊。好。没错没错，时尚就是要摆这种 gay 掰的姿势跟表情，不能笑不能笑 ，no， 对，要 cool， 怎么样？鬼鬼很有家世吧？虽然我们没有十二头身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光是我们的冲天辫就占了两头 ，OK， 所以也是 OK 的。各位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时尚能力，高矮胖瘦，欢迎你在微风细雨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尚态度。好，来左手边照顾一下。好，哇，还好有一件衣服，不然太热了。尽量不够啊。左边，左边，来，喂，这边照顾一下，谢谢。好，非常利落，非常帅啊，哦，很少看到这潇洒的感觉的。好，谢谢鬼鬼。好了，好了，放松了，放松了。放松，放松。刚刚扭到，你已经扭到不行了。介绍一下今天的 style。好，我今天是代表 Vogue 出席信义微风之夜，然后9月23呢也会有那个 Vogue Fashion Night Out， 我也会参加。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穿上自己最喜欢的颜色。然后我今天代表的是蒜头界的公主，叫蒜头公主。对，欢迎你蒜头公主哦，今天很有型哎，其实鬼鬼也是蛮百变的，在 MV 啊什么的，很棒哦。不过唯一的辛苦是今天很难低头吧？你的脖子，因为我今天是也是另外一个身份，也是蒜头 baby， 看我的脖子，真的哇，这个脖子的饰品太漂亮了，很有态度，很有态度。对哦，好，欢迎你来，代表的是 Vogue 杂志，也请大家9月23号再一次跟鬼鬼加入 Vogue 的 Fashion Night Out， 谢谢鬼鬼，谢谢。帮你拿好，接下来欢迎的也是非常美丽的明多丽小姐，欢迎女神，来欢迎。好好好，中间中间。